白色麦芽糖裹着味道香浓的花生粉，一圈一圈紧绕在圆形铁盘上，这样的花生麦芽糖是苏家人传承超过40年、用心坚守的好滋味。大锅里的麦芽需要经过高温试炼后，才能逐渐成型。煮到整锅麦芽冒出白色泡泡，呈现出晶莹剔透的状态，才算完成第一个步骤。接着还得放置最少一天，等麦芽凝固，将煮好的麦芽从盆子里倒出来，放到机器上半入空气，原本琥珀色的麦芽糖因为快速接触空气后，不仅会变成乳白色，口感也会更蓬松不粘牙。拌好的麦芽糖擀平后， 放上满满的花生粉，然后把它包起来，接着再揉成细条状，放到圆形铁盘上，让麦芽糖与花生粉完美结合。每个步骤都是完全遵照古法，但由于天气太热，麦芽糖软得快。为了维持纯正古早味，一年就只做秋冬两季。因此，也让这花生麦芽糖成了秋冬才吃得到的限定商品。超过40年历史的麦芽糖老店，想要做出新意，势必得有所改变。于是店里推出了精致的小盒装，更研发出青梅、玫瑰、桂花等多种口味，让老品牌有了新包装，并且每个包装上都有随带附赠的小剪刀， 可以一家人一起分享凝聚情感，让花生麦芽糖不再只是一项冰冷的商品，每一口咬下都能感受到温度，甚至能再次牵引起久远年代的珍贵回忆。那份简单自然的好味道，就是苏家人40多年来不变的坚持。